连电风扇都是木科的哦，太特别了。大家好，以后拍打后，欢迎来到人间仙境攀崖岛勾腰崖。今天我们为大家拍摄的是最新台剧《天生五对》，我们一一来访问《天生五对》中的王吴美，噔噔，第一美，第一美，你在说我吗？想要进入明信片吗？来攀崖岛就对了。Hello， 终于来到梦寐以求的攀崖湾大长岛腰崖，太棒了，好享受。这个美景绝对适合你从曼谷坐飞机来，又转船又转车，非常的值得，一定要来。